属十二生肖之首，属鼠的人性柔和，为人坦诚单纯，具有敏锐的直观能力，属性急，急攻型，且对异性有强烈的好奇心。历史上属鼠的名人有邓稼先、齐白石、郑成功等等，民间有很多的关于鼠的寓意，例如老鼠偷吃粮食证明仓鼠有余粮，说明这户富足，象征家里富裕。清代方瑞仪梦园丛说记载，越冬一种钱鼠玩具叫声好像鼠钱，老鼠能发出鼠钱般的声音，就是就以此声为吉祥之兆。还有鼠的繁殖能力强，在清末画家任玉的十二生肖图册中，其中子鼠图如鼠正抢食罐中瓜子，而子与子婴同，也寓意着多子意味。根据陀罗尼经的记载，生肖鼠的守护神是千手观音菩萨。根据佛教信仰，出生在鼠年的人一生的守护神是千手观音菩萨。千手观音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，与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、阿弥陀佛的右胁侍一起被合称为西方三圣。千手观音菩萨的千手象征着辩护众生，千眼表示遍观世间。自唐代以后，千手观音的形象逐渐在中国许多寺庙中成为主要供奉的对象。千手观音的形象通常以四十二手来表示千手，每一只手中都有一只眼。千手观音被认为是观音不果德之尊，其中千代表无量和圆满的含义，以千手表示大慈悲的无限广大，以千眼象征智慧的完美无碍。